同学们，我们来看这一道题目，题，老师就用红色吧。好，九，我们拿掉了五，九拿掉了五就是等于九减掉五，所以 A 应该会是什么呢？九减五等于四。好，那我们就来看这一里。好，那么四拿掉了二就是四减二，所以 C 应该是什么呢？C 应该是2。好，那么我们来看2减掉2，那 H 应该会是什么？2减2等于0。好，那么我们就来看这个2减掉1， G 应该是1。好，我们来看这里，那么这里5减掉1， B 会是什么呢？5减1等于4。好，那么四减掉一，四减一等于三，所以 D 会是三。那么一，我们这个就可以放零。一减掉零等于一。好，那么接下来题目要求是叫我们找 D、G、L、H。好。那么 D 呢就等于 3，G 等于 1，H 等于0，你们有问题吗？那如果你们还是有问题的话，可以在群组里面问老师哦。好的，谢谢。